弥陀经要解。尊敬的诸位善知识，大家好，请放掌。请翻开经本第92面。我们今天开始讲流通分的第三科，劝行流通。那么劝行就是劝我们呐，以这部经来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前面我们看到，偶益大师是将六方诸佛赞叹判入流通分，显现呢这个法门是诸佛来流通的，因为这个圣妙的法门啊，是诸佛所行境界，非九界众生自力所能信解。那么信解靠自力都做不到，更何况弘扬流通呢？那所以只有诸佛承担这个使命。那么流通分也是有劝信、劝愿、劝行。那么这一科劝行流通呢，下面分两科。第一是诸佛转赞，第二是教主结叹。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小课，诸佛转赞。这是十方诸佛辗转称赞释迦本师在五浊恶世能够成佛为一切众生说这一个净土法门。我们来看经文。舍利佛，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誓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能与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那么这一段是叙述诸佛转赞世尊的言辞。世尊释迦本师呼着舍利佛的名字来告诉他说，如我今者我现在称赞
诸佛不可思议功德。这是因为上文呢，这个世尊呢就赞叹了诸佛，赞叹了六方诸佛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佛国土。那么诸佛各自在自己的佛土上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啊，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是讲到诸佛都在宣说这一部阿弥陀经，而且呢又说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呢，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呢，皆为一切之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说诸佛不仅宣说这部经，而且护念呢，闻这部经、受持这部经的人，令他们呢，在成佛的路上不退转，也就是说，必定成佛。这是诸佛不可思议的功德啊！并且甚至说，只要众生啊发愿求生净土，那么自然就得诸佛护念，不退菩提。那这个功德确实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在这里佛啊自己说啊，如我今者称赞啊诸佛不可思议功德。那么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的时候，彼诸佛等啊，那十方诸佛呢，也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所以佛佛互赞了。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赞叹呢十方诸佛宣说此经的同时，诸佛也赞叹了这个释迦牟尼佛不可思议的功德，因为释迦牟尼佛也是在自己的佛土上示现成佛，说此阿弥陀经。那么说这个阿弥陀经是称赞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那么称赞阿弥陀佛也同时称赞十方诸佛。
那十方诸佛也是如释迦牟尼佛一样，称赞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也称赞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这里在唐译的阿弥陀经译本当中啊，就是玄奘大师的译本，讲到啊这个地方啊，因为玄奘大师跟鸠摩罗什大师所译的弥陀经本都是同一个梵文本，所以呢它的架构啊大概都差不多啊，不同于啊无量寿经的译本不同啊。无量寿经的译本呢它是啊原译本，就是这个啊原梵文本呢就有多个版本不同，所以它的架构体系都不一样的。那弥陀经的两个译本呢都是啊从同一个梵文本出来的，所以呢啊这个体系是一样的。那么在玄奘大师的译本当中呢讲到这里说，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个呢在唐译本当中是称如我今者称赞啊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那么也就是说很明显的无量寿佛也就是啊诸佛啊，诸佛也就是无量寿佛，因为阿弥陀佛翻成中文叫无量寿佛，实际上呢应该翻成无量佛啊，因为啊阿翻成中文是 无字，弥陀啊翻成中文是量啊，所以阿弥陀佛直译过来就是无量佛啊。不过呢无量寿经啊是以寿作代表，一切无量中啊以寿命无量作代表，就称无量寿佛，实际上是无量佛啊。因此啊这里就可以证明啊无量寿佛啊或者说阿弥陀佛就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啊。唐译本称这里是无量寿佛，那这个啊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呢这里称诸佛啊，它是一样的。那这里有两个意义啊，第一个意义是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啊，所以能念一佛啊，念阿弥陀佛，即是念到了一切诸佛，因为阿弥陀佛的法身与无量诸佛的法身不二，同一法身，所以念一佛即念一切诸佛，称赞阿弥陀佛即是称赞无量诸佛啊！啊，这就是第一个意义。那第二个意义呢？是讲释迦本师啊，
是转述六方诸佛啊劝信的这个言辞啊，那也就是寄托有赞叹诸佛助扬净土功德的意思啊，所以叫做称赞诸佛，是世尊称赞诸佛弘扬净土的功德啊，所以这两个意义都很好啊，可以并存。那么当释迦本师称赞呢弥陀佛或者说无量佛无量诸佛的这个功德的时候，彼诸佛等啊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那这是释迦牟尼佛说诸佛也赞叹我呀啊转赞。二座誓言啊说下面的话。那么下面的话是这个啊说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这两句啊是总赞。那么下面说能于娑婆国土五浊恶世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成佛，在为一切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啊，主要是赞释迦牟尼佛这两点，一个是在五浊恶世成佛，这是值得赞叹，值得诸佛赞叹。第二个是为五浊恶世的众生说这一个难信之法，这个更值得赞叹。这两点是别赞，分别赞叹。这就是诸佛所称赞的释迦牟尼佛的不可思议功德啊，不可思议在哪儿？就在这两点。好，那我们来看下面要解之文。诸佛功德智慧虽皆平等，而施化则有难易。先看这一句，诸佛可谓是佛佛道统啊，所有的这些功德智慧都是平等的啊，没有高下。那么但是虽然呢诸佛所证的境界都是平等，可是在施行教化上，就是度众生的这个视线上就有难易不同了有的佛视线在净土度众生，有的佛是现在秽土度众生，秽土就是浊世五浊恶世啊，像药师如来啊，他就是在净土啊，那么释迦本师就是在秽土。那么我们娑婆世界秽土的众生他也有不同的时期啊，那有的佛是现在
这个很好度的事情，众生啊善根福德深厚啊，容易度。那有的佛呢，视线呢在众生啊刚强难化的时期啊，最难度的时期啊，这个恶苦浊世的时候啊，他来度众生。那当然这就相对更难了。比如弥勒尊佛当来下生啊，他是啊将来示现成佛呢，啊，这个众生啊下来的时候，啊，当时的人呐，啊，福报都非常大，智慧也高，啊，所以弥勒佛只需要三会龙华，啊，讲三座经，该度的众生就全度完了，啊，容易度。那释迦牟尼佛呢，是在啊众生最浊恶的时期啊，刚强难化的时候，他来示现成佛啊，众生业障也重，福报也小，智慧也劣啊，所以他老人家在这里示现成佛啊，讲经说法很不容易啊，讲一辈子啊，啊，这个说法49年，讲经301回啊，所以这都是啊诸佛愿力不同。因此呢，示现度众生啊，就有难易不同。可是，这都是啊，过去诸佛成佛之前，行菩萨道时发的愿。啊，到成佛的时候，就随着愿力啊，自然的感应。并不是诸佛自己要起心动念去分别去选择啊，这是他的愿力。下面就给我们分别解释啊，这个度众生啊难易不同啊，那么让我们呢这个理解啊，能够啊遇到净土法门啊，是难中之难啊，无过此难。好，我们看下面要解。净土成菩提意，着世难。为净土众生说法义，为着世众生难；为着世众生说见法有义，说顿法难。下面，为着世众生说于顿法有义，说净土横超顿法有难。为浊世众生说净土横超顿修顿证妙观，以自不易，说此无界取老修正，但持名号净灯不退，奇特圣妙，超出思议，第一方便，更为难中之难，故十方诸佛莫不推我释迦偏为勇猛也。这藕益大师啊，在这里给我们
做层层的对比，让我们知道，能够闻到持名念佛的法门，真的是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让我们能够升起因重之心呢。这么难得的法门呢，遇到了，只要好好把握，这个法门是最容易成就的。那我们呢，必定能够成功。要解这里说，净土成菩提意也。在极乐世界就是净土。那当然还有十方诸佛国土当中，大部分呢也都是净土。那么在净土之中成就佛道容易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退缘。你能够不退。那也就是只有进步没有退步，那成就当然容易嘛。那么极乐世界，我们这里就专讲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它是五清净土啊。这个反照我们是五浊恶世，后面就有经文为我们说出这个五浊是哪五种。劫浊、见浊、众生浊、命浊。这个烦恼浊、众生浊、命浊。那么反过来就叫五清。那净土六尘的境界都是清净的，甚至都能说法，都能够让你开悟断烦恼。在无量寿经当中我们呢也读到这个菩提道场第十五，讲到道场有菩提树。极乐世界的道场的菩提树非常的美妙它能够放出百千色、百千万色的光明。那风一吹，树的枝叶就能演出无量妙法音声，令众生听闻了就能觉悟。那么这个树它就有六尘的境界，色声香味触法。众生呢，六根缘念这个树的六尘，就能证无生法忍。经文说，若有众生度菩提树，这是见眼睛、眼根、见树的色，闻声，这是耳去对声尘声尘，嗅香，鼻对香尘，尝其果味，舌头对味尘，
触其光也，这是身根啊，这个接触到树的光、树的影，当然也包括树干、树枝这些啊色法。念树功德，一接触树的这个功德啊，想到啊树的功德，所以六根对树的六尘呢，皆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由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音响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你看，这随便举一个东西来讲，啊，就说这个树，就有如是的功德。当然不只是树了，啊，极乐世界任何一物啊，啊，全持林树，啊，宝网林琴，这个七宝楼台，啊，等等，全有这些功德。无论是有情的众生，就佛跟菩萨，还是无情的众生，就是这些树木花草，啊，通通啊都能做佛事啊。做佛事就是让众生觉悟啊，或无生法忍啊。那经文说啊，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原来，这都是阿弥陀佛威神力所变现的，啊，那这个威神力也就是他自己的本愿力，啊，因为佛在因地当中，啊，就发了大愿了，啊，要成就这样的一正庄严，他才取正觉啊。不然的话他不取正觉。啊，譬如这个树，他就有啊无量色树愿、树现佛刹愿啊这种愿。啊，那么还有宝相普训愿，就是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啊，众生闻者皆修佛行，所以这都是弥陀本愿威神的加持，成就了净土这样的如是功德庄严。那在这个净土当中修行啊，你不用修也是修，啊，为什么呢？你六根必须得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嘛，啊，一接触全在修，啊，都是成就你无生法忍的增上缘，啊，所以你不成佛都不行啊，啊，所以在极乐世界成菩提就容易啊。你不可能退转，反之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啊，要成菩提成佛这就非常难，因为啊这六尘境界
都是让你退转的。啊，譬如眼见色，耳闻声，我们就会起分别。哎，这个色是好看的还是不好看的？这个声音是好听还是不好听？就在这起分别。啊，分别自然会带起你的执着。好看好听的就生贪心，啊，不好看不好听的就生啊厌恶心，啊，嗔恼心。在一切境界当中啊，去分别，这种是起烦恼啊，啊，那烦恼就是退转了。啊，加重我们的业障啊！所以在净土啊，刚刚相反，眼见色，耳闻声，起的是无生法忍呐，知道万法本自不生啊，起这个觉悟啊，啊，皆修梵行啊，皆修佛行啊，佛行是什么呢？自然任运其空假中三观，安住在般若智慧当中啊！啊，眼见色，耳闻声，清清楚楚，但是又不分别执着，这就是佛性。啊，因无所住啊，而生其心呐。所以这没法比啊，这是两土啊成佛难易啊，就在这里啊。当然成佛之后啊，还要说法嘛，说法就更难。那么我们呢，要想成佛，必定呢要遇到佛才可以啊。佛是我们最本根本的善知识啊，叫做本师啊，如果不见佛闻法，你想成佛啊，非常不容易，几乎不可能。那也有这个啊，没有见佛闻法自己觉悟的啊，称为独觉。这独觉实际上跟圆觉他的境界是一样的，这也不能叫成佛呀！啊，他只是安住在偏执涅槃，离成佛还远着呢。啊，《法华经》做比喻啊，他只是走了300里，在化成先休息了，啊，还远未到500里的宝所啊，宝所就比喻成佛的境界。那么根据《弥陀要解辩门抄》啊，这个我们啊教材啊也是啊作为参考教材的啊，这是清朝达摩法师啊所住的啊，那么完全用天台的教理啊，给我们详细的解释《阿弥陀经要解》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学习教材。那么这里头就讲到了10种啊难易之别啊，在净土啊。成菩提意
在浊世成菩提难，为什么？有十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呢，是净土常常见佛啊，所以容易啊。在浊世不能常常见佛，所以就难。所以这第一个因素很重要。你学佛如果没有善知识带领你啊，摄受你，你想成就很难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师道那就是要有师承，弟子跟着师长学啊，不是靠自己啊在那里摸索，自己摸索很容易走歪走偏啊。那我们呢啊，没有佛在想成佛那非常难。那第二呢，在净土常常闻法故易，浊世不常闻法故难。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天天为我们说法，我们想见阿弥陀佛随时可以见到啊。那么见佛，而且呢佛不会灭度啊，他有无量寿啊，我们自己也是无量寿啊，那可以啊长期的闻法。不仅是啊佛亲自说法，在极乐世界还有啊诸大菩萨为我们说法啊，像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他们都是等觉菩萨啊，其实智慧跟佛都是平等的，他们也常常代佛说法呀啊。那有的人呢，比如跟观世音菩萨特别有缘，可能他更喜欢听观世音菩萨说法啊。虽然阿弥陀佛是观世音菩萨的老师啊啊，但是他还偏喜欢跟观世音菩萨学，个人缘分不同嘛，那也没关系呀 啊。因为观世音菩萨说的跟阿弥陀佛说的没有两样啊。或者有的人可能跟大势至菩萨有缘啊，他就专门跟大势至菩萨学也行啊。另外净土还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等等诸大菩萨都有啊。你想跟谁学都行啊，都不会错啊。乃至自己的同参道友也无量无边。你呀、可以常常啊跟他们一起切磋佛法。这闻法容易呀、不仅有情众生说法，你刚才讲的树木花草啊，水声风声全在说法，连那鸟儿都是在说法。这都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变化的。换句话说，那些就是佛
啊，跟佛说法是一模一样，啊，也是看你喜欢哪一种啊，啊，有的人喜欢自在一点，啊，老是规规矩矩坐在讲堂里面听阿弥陀佛讲法，哎呀，有点辛苦，想到山林里面走一走，啊，听听鸟儿的歌唱，那也是在听法。甚至到七宝池里头游游泳也行啊，啊，那水深也在跟你说话，所以你能够不退转，成佛就容易。那在浊世，在我们这个世界，就很难了。你说。这世界，60多亿人口，有多少人能听到这个法门？啊，能听到这个法门，也不能常常听闻呐。啊，每天能够听一个半小时就算不错不可能说像净土那样24小时不间断的闻法。啊，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结缘的这个播经机就给你带来很多方便。那播经机可以24个小时不间断他给你说法，你可以常常听。但虽说常常听，你还得睡觉你还得上厕所呀。这些时间还都是中断。更何况我们如果24小时真的不间断的闻法，我们自己能不能够保持那个因重心呢？会不会升起烦厌心呢？会不会升起懈慢心呢？懈怠、轻慢的心，这都很容易升起来的。那升起来了，纵然呢，播经机在旁边呢，不断的播，我们也得不到闻法的利益了。所以这就是退转容易，这个上进很难。只有那些真正痛念生死无常下定决心呢求生净土的人才能够不疲不厌的勇猛精进这个世界真的是很无常。譬如我们今天出门，会不会遇到不测，都未可知出去了不一定能回得来常常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这些事情也常常发生在我们周围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就要升起警觉心人命无常，如电光石火。现在还健康、还强健的时候，不认真努力的修行，错过了这个修行大好的时光，将来真的遇到了不幸的时候，自己
可能想修都修不成。所以要珍惜闻法的因缘，珍惜跟善知识在一起的因缘，趁着自己还能念佛，赶紧多念佛。第三，净土啊，诸善聚会呀，所以成菩提容易。浊世呢，恶有牵缠呢，所以成菩提难。这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这个过去孟母要三迁，就是要为孟子啊选择修学的好环境，让他能够这个亲近善友啊，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亲近什么人，一定会受那些人的影响。那能不能成就，真的同修道友是很重要的因缘，不仅要有良师，还要有益友。那在净土全都是良师益友，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跟我们呢不会谈别的，绝对不讲细论，不讲事话，肯定是互相研究佛法。那我们呢也要建立这个习惯了，大家同参道友在一起聚会，不要谈吃谈喝，谈那些跟生死无关紧要的话，养成习惯了这就很麻烦了，那道气就没了，都是俗气了。所以在一起谈什么呢？谈自己修行的心得，对经教的理解，对这个法门的赞叹鼓励，或者是谈弘法利生，如何护持正法，利益众生，这些方面，这谈就有功德了。如果谈那些无意之言辞，都叫戏论，都是绮语了，无意语啊。那么在我们浊世，就是恶有牵缠。恶有是什么呢？论语里面讲是损友啊。他损害你的。让你退步，让你堕落。让你增长贪嗔痴慢疑，增长恶见，让你造业，将来要受苦报，这都是恶友啊。那我们为什么会招感这些恶友啊？肯定是自己内心里面有这些恶念，
有这些烦恼，自己没办法关照，没有办法调伏，所以内因必然招感外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你是什么样的人的自然感召什么样的人。那遇到了这些恶妖了，大家一起就在那起烦恼造业，这是牵缠了，这个缘断不开啊。所以天天都在增长轮回业啊，怎么能够啊成就菩提道呢？所以学佛就要觉悟啊，对于朋友交往也要有所选择啊。真正想这一生了生死出三界，那我们就啊要选择修道的朋友啊，朋友就是志同道合的这些人啊，跟我们呢修道没有帮助甚至有损害的原来的那些朋友啊，就可以把它淡化甚至远离了。当然对他们也不要这个有对立矛盾啊，就自然淡出就行了啊。这择友很重要，他决定了你这一生啊会成就什么样的格局啊。那么第四，净土无有模式啊，所以成菩提意。着是呢群魔恼乱，所以成菩提难。那极乐世界绝对没有模式，所有六尘境界都是你修道的增上缘，都令你不退转，只有佛事没有模式，所以成佛快速。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群魔恼乱，魔很多那魔来障碍，所以往往就修不成了。所以要无量劫还未必成功那魔通常有四种有烦恼魔，有五阴魔，有这个死魔，还有天魔。前面三种都是自己的，自己的身心呢，就是魔呀。外面一种才是境界上的天魔。所以内魔就有三种了。原来你自己起烦恼，你就被魔所控制了。那你要把它放下。不要跟魔交朋友啊。明知自己有烦恼，就是不肯放下。这不就是与魔为侣吗？那就是愚痴颠倒啊。
啊，所以要认识那个烦恼就是魔，贪嗔痴慢疑，这些就是魔呀。啊，那心中一起这些魔，马上要用智慧去照破它，把它放下。功夫要提得起来，啊，古人所谓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我们无始劫来，啊，烦恼习气很重啊，不起这些念头是不可能的。啊，凡是有贪淫、嗔恚。愚痴、傲慢、怀疑这些念头，只要一起来，马上要觉照，这个念头是跟烦恼相应的，是魔，要把它放下，不能随顺这个烦恼魔。你老是随顺佛烦恼魔，你就会有很多模式。来扰乱你，那怎么样放下烦恼魔？要智慧观察，通常都是因为见解上的错误，根本的一个是身见，你认为这个身体是我。所以一切，跟这个身，相冲突的，你就觉得苦，随顺这个身体的享受的，就是乐，苦乐分别，里头就起贪、起嗔等等，还有包括心，在境界当中。去起那种违逆的想法，都是因为把境界当真了，这些都属于邪见了。境界是空的，是假的，是梦啊！你能用这个智慧照破境界本空。何必在境界上生烦恼？烦恼魔就没有所以以智慧火烧烦恼心。那还有五阴魔，五阴就是色、声、香、味，这个色、受、想、行、识，身心。那通通都是虚妄，你要用念处智慧观身不净，这个色法给它，关照色身是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色。心，这个五阴之法，虚幻不实，给你带来的都是苦，要把它放下，这降伏五阴魔，降伏五阴魔就只有照见五蕴皆空，就降伏了。还有死魔，这个死魔那是没办法。你这一期的报身，有生就有死。那只有什么呢？求生净土，证得无量寿，死魔就没有了。不是说你到极乐世界才不死。你现在觉智求生净土
你现在开始就不死了。为什么呢？往生不是死了才去的，活着走的。啊，阿弥陀佛来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臭皮囊给舍弃了，到极乐世界去了，不是死啊。降伏死魔啊，那天魔呢？外面境界的一切诱惑啊，一切的恼坏啊、恼乱，你也都能够看破它啊。观那些境界，虚妄不实。如果你执着它了，就会被他所害了，啊，这天魔也能够降服住，啊，所以浊世中群魔扰乱了，更需要有智慧，那么但是往往我们提不起来，所以成菩提就难。多半是被魔给控制的。那第五呢？净土啊，不受轮回故易呀。浊世轮回不息，所以难。在极乐世界，没有轮回，不会死啊。个个是无量寿。那要一生成佛，个个都办到了。为什么呢？寿命无量，肯定有一天成佛，迟早问题啊。如果你精进用功，成佛就快。稍微懈怠一点也没关系，也一样成佛。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知。但是在我们这个浊世啊，因为有轮回，我们这一期生命啊，几十年很快就过完了，还没来得及修成啊，人就要死了，一死了这修行就断掉了。纵然你善根福德深厚啊，不用堕三恶道，还能再得人身啊，还能遇佛法。真正要遇佛法，大概你也得二十年吧。你要出家啊，要当比丘，那得20岁才行啊。那前面小孩啊，成长期这段时间呢，可能就浪费掉了，而且这当中肯定会熏习很多的恶业。受父母家庭各方面的影响，可能让你能退转的。那下一世纵然得人身，能不能遇到佛法也未必呀。遇到了佛法能不能够成功啊，修行成就正果，那也未必呀。像我们现在这样啊，处在五浊恶世啊，我们这一代受到的污染比我们上一代就要多，我们下一代人呢受到的污染比我们这一代要多。那你就想想，未来你要再出世，你下一代的下一代，那肯定你受的污染更多。那怎么能担保说不退转呢？所以难呢。在现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诱惑这么炽盛，
纵然是啊，古时候的高僧大德再来啊，我想他也会有退转的。啊，因为菩萨都有割印之谜呀、啊。不退转，那除非是法身大师再来的。一般法身大师以下，就是原教初诸位以下，别教初地菩萨以下的，啊，像别教三贤的菩萨，再来都会退转，不容易啊。啊，所以。有的人呢，这个愿力很大，大的令我们佩服啊！他要发愿生生世世到这个五浊恶世来，啊，度众生。啊，我们呢，除了敬佩以外，没话可说了。我们做不到。啊，什么人能够不退呀、啊？那只有当了法身大师，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这种人不退啊。那这种人呢，经上讲可以在百界做佛了啊，他可以在他方世界示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佛身成佛，在一百个世界成佛。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啊？你要是没这个本事啊，那你可别冒险啊。纵然是证得行不退的菩萨，他都有一段这个啊迷惑的时期啊。不过这种人因为善根很利，悟性很高，所以一定有大菩萨来帮助他点化他啊，他就能觉悟。这是没有登初地菩萨的人啊，是地前菩萨，他会是这样，还是有迷呀、啊像龙树菩萨，这就是个例子啊。龙树菩萨他就遇到恶友啊，年轻的时候遇到恶友干什么呢啊，跟这些恶友学了隐身术啊，在到这个国王的王宫里面啊隐身，人家看不到他，他去那里强奸那些宫女啊后来国王看到了，这些宫女怎么这肚子都大了啊，这怎么回事，以为是妖人进来的啊。那有个大臣呢知道有这么一种隐身术啊，就劝这个国王派着这些士兵躲在门后啊，那么晚上啊，那么大概啊估计的差不多他们会进来的时候把门一关啊，在空中拿刀乱砍啊，这一砍了他们这法术就没了啊，就倒在血泊之中啊。结果龙树啊他那些朋友们全被砍死了啊，只有他一个人躲在国王身后没被砍到啊，后来就溜出来了啊，看到这些朋友都死在血泊之中，他觉悟了啊，叹了一句啊，欲为苦本呐、啊！啊，后来就出家修道啊，证得了初地菩萨。你看，他没证得初地菩萨以前，都会迷惑呀，都会造这些恶业呀，啊。更何况我们还未必能像他这样当了地前菩萨了啊！
地前菩萨是别教是三显位啊，所谓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三显位的菩萨，他们还会迷呀、啊。那所以那个说要到浊世来轮回度众生的，不是普通人啊。我们敢不敢学他呢？绝对不敢，学了我们就死定了啊，连龙树都不如的，肯定下恶道。那么第六净土啊，无三恶道，所以容易成菩提。浊世呢，恶趣难逃啊，所以就难。啊，极乐世界，果无恶道，这是阿弥陀佛愿力成就的，没有三恶道。啊，那我们这个世界三恶道的众生呢，只要信愿持名啊，到极乐世界也都转成阿惟越智菩萨，所以那里没有善恶道，没有恶道啊，连恶道之名都没有，何况有时，所以在那边成就容易啊，不会堕落，没得堕落啊，没有恶道给你进去。进了恶道，那出来可不容易啊！那我们浊世恶道难逃，为什么呢？我们难免要造恶业啊，造贪业，贪心重，将来感召是恶鬼道；嗔恚心重，常常发脾气啊，或者嫉妒心、傲慢心。啊，这个狠毒心重，将来感得地狱果报。愚痴的业重，感得的是畜生报。三恶道，你看贪嗔痴谁没有啊？有，那就是恶趣难逃。那一堕恶道，那就是不可能再修行了啊！不可能修行。你看修行，先得受戒呀，戒定慧三学，戒在恶道当中都没办法受啊！你看我们受五戒、八关斋戒啊，乃至出家沙弥戒、比丘戒啊，都要鉴别你是不是人道的众生。只有人道才能受戒啊，三恶道不可能受戒，天道也受不了戒，都不是修行的道器，所以难成菩提。第七，净土圣缘呢，住道，所以容易成就；浊世尘缘障道，所以难成就。净土刚才我们讲了，六尘境界都是助道啊，帮助你得道，帮助你成就无生法忍啊，成佛容易。五浊恶世当中，六尘的缘全是障道，让你生烦恼啊，所以成佛难。第八，净土寿命无量，所以容易。浊世寿命短处，所以难啊。那要成佛需要时间呐、不够时间修行啊，没修成，寿命到了那就中断了，所以唯有无量寿才保证一生成佛啊，在我们这个浊世就办不到啊，寿命都短处啊。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呀、所以呀、现在要是到了60岁啊，
那你就不要想着寿命太长了，赶紧修行了。啊，50岁呀，就应该早走了，进入修行了。最好呢，年轻修行就开始。啊，为什么呢？修行想成就啊，没有几十年都难。那么第九，净土圆正不退，所以容易。浊世呢，修行多退，所以难。到了极乐世界，个个都是圆正三不退的菩萨，叫阿毗跋致菩萨，就是不退转的菩萨。啊，那么不退转吗？当然，只有进步，没有退步，这成佛就容易。啊，在浊世呢，修行啊，很多退转。啊，10000个人能修成的，不足一两个。啊，万里挑不出一二。现在来讲，末法时代，那更是啊，一个都没有。发心修行的人很多，啊，到最后没有了，啊，都修不成，啊，因为呢障缘多，啊，就像很多发心跟我们一起修学，护持正法的人，发心的很多啊，我们这几年。啊，看到来来去去的很多很多，啊，经过大浪淘沙剩下来的没几个，不容易啊，因为障缘太多，那第十，净土一生啊。成佛最容易，浊世当中呢，多劫难成，最难。啊，这就是啊，讲时间上，净土时间不用很多就成佛，主要是不退转。在我们浊世啊，多生多劫、无量劫都搞不成，因此啊。必定要求生净土。那么这里给我们说是净土成佛的难易相状。那么这是第一方面，难易比较。第二个方面呢，是讲净土和浊世说法度众生的难易。为净土众生说法容易，而为浊世众生说法难。因为什么呢？净土众生根性很利，他心清净，他没有烦恼，所以一听到佛或者六尘的说法，他闻即信受，信而能解，解而能行，行而能证。所以呢，速入不退之位，速证菩提。在浊世啊，我们众生根性很钝，就是因为烦恼惑业很深。业障很重，福报很轻，所以啊，虽然闻法听不懂啊，更不可能相信啊。所以，纵然听法的人多，真正信的少；信的人多，真正理解的、深解意趣的人少。
真正有信解但是肯老实修行的人更少，能老实修行能证果的那几乎没有了，这就是难易之别。又第三种，为这个浊世众生说见法啊，犹意说顿法难，这就是就我们浊世众生说法而言，对我们说见法容易啊，我们容易懂。见法就是次第修行啊，见次的修，我们比较容易接受啊。所以一讲到菩提道次第，我们听了啊，觉得心里很踏实啊，一阶一阶的往上走嘛。这是见法，跟我们讲最后一定能够成就菩提的啊，我们听了容易明白，容易相信，容易理解啊，也容易按着之上做。但是说顿法很难啊。那么见法也包括啊五戒十善四谛十二因缘等诸法啊，那么听了容易相信，容易做。但是说到大乘圆顿之法，说众生本来是佛啊，无修无证啊，当下即是万法不出一心啊，即心即佛。你念佛成佛，这些顿法啊，那虽然呢说苦口婆心呢 啊这个说的很多啊，但是能信的人总是寥寥无几，难呢，根性不够啊啊。所以佛讲大乘法讲一乘法都要放到最后讲，前面只能讲阿含呐，啊，慢慢的渐次的提升，再讲方等大乘，慢慢介绍，啊，那华严这个贤首宗判五教，小始中顿圆，都是渐次往上提升，主要就是众生啊，啊，一开始接受圆顿大法，接受不了。所以呢净土是圆顿大法，众生接受就不容易啊。那修这个呢，说一句佛号就能够啊成功，这个一般人也容易错会了意思啊，那也必须要辅助于剑法，以这个剑法像我们啊最近提倡这个修三福住行啊，次第的从人天福到二乘福到大乘菩萨福，这样次第的修上去啊，都要有数量累积啊，从量变到质变啊，要做功课，这是属于剑法，这是辅助我们入圆顿大法的啊，这是照顾啊这个根性比较啊浅的众生啊，那我们就是，我们就得要这样渐次的修啊，才能真正体会圆顿大法。好，那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呢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